这个，你说公司每次都让我们俩一起出镜，我们俩又合作了，你说公司是不是故意要把我们打造成荧幕情侣啊？逢场作戏，别太认真。那还有假戏真做的人，你怎么不说呢？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骗人，女人第六感最强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人。怎么可能？当经纪人肯定得爱上自己的艺人，但不是那种。那如果我说我想追你的话，你会给我个机会吗？我开玩笑的。神经病。那你的第六感告诉你他是谁啊？你想知道吗？嗯，那你过来再近一点嘛。嗯，我猜对了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吗？你知不知道人生有三大幻觉啊？第一，有人叫你；第二，手机响；第三，你以为我喜欢你。星宇现在势头更强了，那个甜心也做得不错，搞得有模有样的。那还不是建立在我之前的成果之上，捡现成的。我已经把星宇捧到那个位置上，只要不是傻子，谁都能接得上。怎么，后悔了？当初干嘛那么冲动，把到嘴的肥肉让给人家？老板，你可真能说笑，我又不是没有见过世面，我后什么悔？我从我们家那个小城市来到这里，没有钱，没有背景，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全靠自己打拼。我吃了多少苦，我牺牲了多少东西，谁知道？这个星宇不懂事也就算了，还质疑我的能力，真是不知道感恩。那就不合作了，我祝他一切顺利。好了，工作吧。不进则退，我喜欢有挑战。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大家不要捧着脸啊。高芒他今天加入我们公司是如虎添翼啊。哦，那个星宇师兄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同门了，请多多指教。嗯，娱乐圈也是有金字塔的，哪怕在同一个公司也有高低之分。之前谈的那一个青春偶像电影，我准备把高芒和美丽给推上去。谢谢梅姐。到时候如果地位有所下滑，心里不要不舒服啊。怎么说也都是您带出来的人，谁上谁下不也都有您的面子吗？不过您放心，星宇没那么急功近利，不然也不会想要离开您。我听到一个好消息，金牌音乐制作人宋明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前两年他淡泊名利，归隐山林，现在准备重出江湖，正在物色人选。如果谁能跟他合作出新的专辑，那在唱片界的提升不止一个档次。我跟他是多年的老交情，所以我们争取抓住机会。喂，你好，宋老师。哎，我是苏星宇的经纪人，我叫甜心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聊一下之后。喂喂喂，就知道没什么东西。先生您好，我是之前跟您通过电话苏星宇的经纪人，我想跟您聊一下。你不要再来烦我了，我没有时间帮苏星宇做专辑，好吗？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些东西可以沟通一下。
的经纪人。哎，你怎么走到这里来的？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们一次机会，看看星宇他的音乐。他是那种包装出来的艺人，我在音乐上我帮不到他。对，您之前跟我说过，这是他的音乐，他是非常有想法的艺人，所以希望您能给他一些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。哎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跳下去把它捡回来给我看呢。我不会游泳。你可以站起来呀。这种东西以后就不要看，长别人士气，好好专心搞你的创作。我写不出来了，要不算了吧，就算我憋出一首歌来他也听不到。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你知道这次机会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？你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那天被迫跳水，闪了腰。别动！啊，轻点！对呀，赶紧搞你的创作去。哎呀，我真的写不出来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帮你找找灵感。疯了，外面全是狗仔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没人认识你。
早就说带我爸妈去旅游，到现在都没去。罪魁祸首是谁？就是苏晴雨。就是，他都不知道平时有多辛苦。就是辛苦啊！说的没错，把那种说不清楚的性格压压很说清楚啊。对，是不是？干杯干杯干杯！苏星宇这个大坏蛋，欺负我们，又一边对我们好，这么爱你，还老在背后找我麻烦。我这五年都在背后默默支持你，知不知道？我都没有停止过爱你。提醒姐，快走了，很晚了。嗯，原来你喜欢星宇哥。嗯，妈，谁呀？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什么？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了。嗯。小李还干嘛呀？这么热，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啊？啊，你说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咱们不说私事好吗？什么工作时间啊？你是我请来的，你的时间都是我的。你说，你说你昨天。星宇哥，不说了。导演说你开拍了。好，这就来。拍了。你让他等我一会儿。开拍了。你昨天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导演，热气球不用真的飞吧？当然要飞了。那危不危险啊？没事的。喂，刘静，你别过来了呀！你过来干嘛呀？站住！你别上来，小心！抓住，抓住啊！星宇哥，小心点儿！现在怎么办？哇，你放心吧，等这个燃料耗尽啊，它自然就掉下去了。什么呀？别乱说话。放心吧，明天天亮了他们就来接我们了。我明天还有好多事，我要进录音棚谈你的杂志，谈你的广告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能不能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安静美妙的夜晚？你看好多星星啊，那颗就是你大明星，那颗就是你，哪一个？旁边那个，有一个英文单词
它有两个意义。Miss， 一个是想念，一个是失去。我那个时候反复在想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因为我太想念你了，反而失去了你？如果我没去英国，你肯定还在我身边。如果你没去的话，你就还是原来的你呗，每天都喊着自己有一个梦想还没实现呢。其实跟你说分手的时候，是因为觉得你把太多精力花费在我身上了，每天洗碗打工的钱还要用来打国际长途，明明自己饿着肚子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真的觉得我在拖累你。你还爱我，你为什么躲着我呢？现在一切都变了，我是你的经纪人。如果你现在和我谈恋爱了，你想想其他人会怎么想，你的那些粉丝会怎么想，你的那些竞争对手他们会怎么想。你说你觉得后悔，但是我看到你今天的成绩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。